嗨，大家，欢迎回我频道 ，I'm Ben。那呢，因为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变得超级忙，所以我想说，我最近就要来再录一个 vlog。然后呢，可能就是到时候期中考那周就还是会有影片。那今天呢是礼拜三，今天是3月24号。然后呢，我想说我可能就录个 a few days in my life at university。对，所以呢，我可能会一路录到礼拜六，所以呢，可能就是录个3-4天。那我现在呢正在读语干，就是 linguistic。因为呢，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个 part 叫做 syntax， 然后呢，这个 syntax 也超多，还有20多页吧。然后它其实有两本，另外一本这个我已经读完了，然后现在来读另外一本的。然后这本就20多页，对。然后我现在就要赶快读，把它读完。我现在已经读到，我看一下哦，我现在已经读到127，那我要读到144页，对。然后呢，我等一下呢要来写张 card。就是写给我的同学，因为我同学礼拜五生日，对，所以呢，我可能就是会写个卡片给他，然后呢，准备一个小礼物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现在等一下我要做事情，然后呢，不得不说，我要很推荐一个刚才买的糖果，就是这个草莓的糖果，我觉得超好吃，而且它超香的，它就是很像那个，就是闻起来像是有一点点那种化学味的草莓糖果，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口香糖的味道。是那种草莓口香糖味道，那会觉得就整个超香的。然后它是日本福冈草莓的，好吃。它好像在第二个6折吧。好，那我现在就要来做这件事情。Just finish the car， 卡片我写完了，然后现在把它放到这个袋子里面去。今天早餐吃贝果，然后还有芭乐跟桃子，还有水煮蛋。然后呢，这是昨天没有喝完的一个碳焙乌龙拿铁。今天想擦这个 blur， 很久没有擦。Days and nights never felt so much. I just can't shut up about you on my mind. You settle me down whenever you're around. I'm alright. I've always tried to be more than I am. 真的超想的。But you focus my heart when you're holding my hand.天气也太好了吧。It's true. I just really like hanging out with you. I just wanna be stupid and happy with you. I just wanna be stupidly happy with you.I just wanna be stupid and happy with you. Because I am so stupidly happy with you. Days and nights, sitting in the room, talking to you. 我下课了，我妈妈。差不多。
That's when you pretend that you're over love that put you over your head. Then you try to forget by landing in the arms of someone you just met. She is not impressed how much you talk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band. She's who you have next, so you stick around. Yeah, you wish for the best. She's the queen of my summer. Her hands are so cold. She's the queen of the summer. Her hands are so cold. Her hands are so cold. 我上午的课已经上完了，然后现在呢要回家去，然后呢我买了午餐跟胭脂多多给我跟姐姐当午餐，然后下午的话我还要重训课，对，然后今天终于可以运动了，然后下午可能我才会把昨天那个礼物送给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我头发怎么会自己岔开。So， 午餐呢，我就买了这个香烤鸡肉的 Subway， 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然后最好吃的。它里面就是有一块像鸡胸肉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有一些生菜，然后有番茄，有大黄瓜，然后呢我都是用那个蜂蜜芥末酱，可是问题我都教他说弄一次酱就好，不然他会弄很多次，然后里面就是都会溢出来的酱，我就觉得不太 OK。对，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胭脂多多一份糖的，然后。我觉得前阵子啊，我就是有一点点忧郁，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可是我觉得今天就比较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可能有点睡不好，然后常常做梦之类的，然后加上说可能就是没有在运动嘛，或没有去晒太阳之类的。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 ，if you are depressed, you should get some sunshine and some exercise。对，那我现在呢要来看，可能看一集的那个。Netflix 的那个 Blood Ride， 我觉得我最近在看，叫什么惊悚巴士哦，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它是每一集的 Blood Ride， 它就是都在讲说，就是那个公车上面，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讲一个自己的那种故事，很恐怖故事。然后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在讲说，刚开始他们可能那个就反正就是那个巴士上面的人，我觉得应该都他们都是死掉或他们有问题，所以一开始你上他那个前面的前导片，就是上到那个巴士以后就不会有任何人，可是后来就是那个。巴士司机就调一下那个他的那个后面那个镜子的话，就是人就都会出现。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蛮好看的，就他每一集都是感觉就是你会很 surprise， 就他的那个节奏啊跟那个我都觉得说他抓的还蛮不错，然后都还蛮有一些寓意的。然后不过他好像是德国的哦，所以他讲的是德语，可是他有中文字幕啦，所以呢，如果就是你最近有在找那种比较惊悚或是比较需要动脑一点，或是比较喜欢那种结局跟故事会有那种大翻转的。观众的话，我觉得这个 Blood Ride 就是惊悚巴士，然后在 Netflix 上面的还蛮适合你的，因为我觉得它一集也不太长，差不多27到33分钟。对，然后现在目前只有一季而已，它是2020的，就是这个 Blood Ride 惊悚巴士，它目前只有一季而已，然后有6集，所以呢，如果你是想看这种比较烧脑剧的，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大家看一下我运动时候的包包，是钥匙，然后我会带 AirPods， 然后还有水壶跟
卫生纸，然后铅笔盒跟钱包，然后这个是等一下送同学的生日礼物，有一个在 campus 的笔记本跟一个这个巧克力球，希望他会喜欢。上完重训课了，然后买了一颗茶叶蛋，因为呢上完那种运动课后啊，补充很重要的蛋白质，好，然后还要喝一个无糖豆浆。做完这个幕下的 presentation 报告了，然后我想要介绍说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 artist， 然后呢我通常都会先把我想要讲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呢可能再背一下，然后看一下就是自己讲顺不顺，然后再来看有没有要改的。所以呢如果就是你们有要做这种英语相关的这种 presentation 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写下来看看你自己觉得说你讲的顺不顺。然后呢一般来说 PPT 上面就是不要放太多字，就是大概适可就好了。嗨大家，那今天是星期五，那我刚才下午的课通识课就我们去听讲座，我已经听完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听的讲座呢是就是那个之前 Seven 他们就是有一个那种什么米饭的达人哦，对，然后来讲就我们平常吃那种饭团啊或者是那种便当啊里面的那个米，就其实都是经过很复杂的那种 process， 然后很讲究，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完的讲座，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帮我跟姐姐买了饮料，我买茶汤会的观音拿铁，其实我很久没有喝了，因为我去年的那个耳朵就有发炎，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差不多从11月吧一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去，我都没有喝过那个观音拿铁，所以我已经回违四个月没有喝了，然后今天可以喝一下。然后呢我跟姐还有妈妈爸爸等一下就要去我外面吃晚餐，然后顺便买卫生纸啊那些necessity， 对，所以呢我们就等一下再见吧。要穿前阵子的这个新鞋，就是那个 Nike 的这个阿甘鞋，我觉得它这个其实还蛮好穿的，而且我那时候购入的时候就真的还蛮便宜的，是2000块一下就买到，是通常都要差不多快要3000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们前面这个好像有这个铁的才是比较 正统的，有一些我看都没有这个铁，就很奇怪。Karma Sutra, does it suit you? Your velvet dress is slipping off.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t's coming through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ow much it means.我们变好看了没有
可是外面用还是外带？好，我们要在外面吃，就是可以用。对。哦，我们要一个茄汁意大利面，一个茄汁意大利。对，然后还有一个起司焗烤饭。Carolina treats you better. I want steam and I want cheap. Would you stay with me? But everyone needs something. I know that I'm no different.If you're not home, I'll be happy for you. I'm happy for you.嗨，大家，我请你回家喽。然后现在是礼拜五晚上7:30，对。然后我们家刚才就是去吃晚餐，然后早上去 grocery shopping。就我们家常常都会讲，就是可能过一阵子啊，就会去一个那种采购，然后可能就要买一些，比如说卫生纸啊、水啊，然后买一些蔬菜、水果，那一些零食之类，就是补充一下家里面就是 lack 的些东西，就比较少的东西。对。然后呢，我刚刚又买了一个这个 Haribo 的这个 Space Virgin 的这个糖果，因为它特价。Of course, necessity, right? 然后呢，后来我跟姐姐还买了一个这个，这个它是什么？菲力提金砖真挚综合巧克力哦，它名字好长。对，然后呢，它是我看一下哪边，它是意大利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包装超美，而且就是我觉得看起来蛮好吃的，然后它里面是有这种三个不同的口味的，然后呢就觉得还不错。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然后所以呢，刚才我们去，其实我跟姐姐也没有特别买什么，就可能买一些水果、一些饼干之类的。剩下买就是这两个糖果，就差不多是我们刚才买的东西。那等一下呢，晚上可能会，我可能会洗个澡，然后呢，可能再准备一下功课的东西，然后呢，我还要写卡片，然后因为明天我们要帮我们的阿姨庆生，对，所以呢，等一下还要写一下卡片，然后等一下再把礼物给大家看偷看一下。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见喽。来，看这个，给你吧。很好吃，它超美的。刚写完要给阿姨跟姑姑的卡片了，就在这边。然后呢，这是要送姑姑的礼物，就是有一个这个 Burt's Bee 的这个洗面乳，然后还有这个纯养颜，姑姑应该喜欢。然后还有这个是明天要送阿姨的礼物，就是有洗脸的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泡泡的这个慕斯真的是很
细致，然后又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每次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还蛮开心的，是个 Bifesta， 然后是姐姐推荐我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年历，那最重要的呢是姐姐跟我还送她这个，就是一个澳洲品牌的唇油嘛，对，万用膏就是有点像它可以当唇膏啊，然后它可以当很多其他的支援油之类的。然后这一个其实超贵的，对，但是我们想说阿姨难得生日嘛，那我们以前好像也没有送什么太贵重的东西，什么就可以送一个这个，因为阿姨真的还蛮常用唇膏之类的这些产品，对，真的就是我们要送阿姨的东西，然后还有卡片。嗨大家，我刚已经洗完澡，然后呢也写完要给阿姨跟姑姑他们的卡片了。那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因为呢我已经差不多拍了三天 a few days in my life at university， 对。然后我原本是想说要拍礼拜六，可是我想说礼拜六的影片我可以再独立一支，因为是阿姨的生日，然后呢可能还会再另外加一些，比如说我跟姐姐最近的爱用品分享啊，或者是我们最近觉得说哪些东西还蛮推荐大家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喜欢这支影片，你就可以喜欢我其他影片，记得 check them out， 并给这支影片一个赞，然后订阅我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